但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我是普通人，谁也不是超人。 That movement needs to be prett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f I can fly to the moon. 相信自己，好吗？大胆的去走，不要害怕错。不，知道吗？ My name is Nadim, and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the past 9 years. As a show host, I've had the chance to shadow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work. Rural doctors, forest ranger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ials. But now, I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learn a new trade, for real this time. So I've decided to become a Jingju apprentice. <音>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已经对我来说太快，真的，但是没办法，我是普通人，谁也不是超人。现在的问题是速度的问题，是吗？节奏的问题，是你没有知道点，手对了，但是脸不对，脸对了，但是不够快。 再来一个完整的。来看一看。哎，你好，你好。怎么样？现在？还行，还行。因为今天正好我过来，然后呢，我也是想在二位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更不知情的情况下，看一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可以，可以。 钉子步站好了，走，变，腾，嘟，走，嘟，八大腾，哎，八大腾。以目前现在来看下来。 离专业的要求，坦率的讲哈，我觉得有距离。比如说他第一个蹦桌子那个地方，我们尽量可以不让他这么蹦，因为他下身不是特别的漂亮，让会康有办法给他再弥补一下，或者是咱们是软飞脚、假飞脚这么上桌子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办法？You know, I feel proud of jumping on a table, but for Zhu Lao Shu, Leo Dako, he's like scrap it. Find another movement because the way he's jumping is not pretty. He doesn't care that it took me one full month of jumping every day for me to get on that table. He doesn't care because if he needs to follow Jingju by the book, that movement needs to be prett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f I can fly to the moon. If it's not pretty, it has no place in Jingju. 朱老师要求你的钉子舞还是不准确。 弓箭步的这个脚前弓的这个地方还是往里抠，头有点歪。现在要让我们的专家老师看到你是一个没有接触过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能在100天之内能简单的掌握京剧的一些专业的要领。It's I think I can never reach the standard that they have. I thought that. My patience is running low. 我没有很多的耐心。拿蒂姆啊，一开始接触京剧，肯定是一个兴奋的状态。 啊，练的也比较起劲儿，然后慢慢的，我们京剧就会到一个，疲劳期啊，就是往上爬坡的时候，我觉得是最难的。现在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就这样了，再怎么折磨我就来吧。但是必须得坚持下来，要不然就白费了。哎呦，不好意思啊，爸哦。 如果说因为困难来了你就放弃的话，感觉。
就是也对不起之前自己的那些辛苦。你知道为什么要剃头吗？为什么？就是两边啊。你要是有头发的话，勒完了以后它就会滋出来。你试试好吗？哦，我试试。给你试试。OK。把耳朵拿出来，对。这叫吊眉。水沙，对，它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It's gonna be a very emotional moment tomorrow when I cut my hair. It definitely is. I don't want to lose it. But there's no escape.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ve seen myself without a beard. Ooh. Wow. Who is this guy? Oh my god. 朱老师，于老师。我觉得这样比你之前帅，这样好看的很多。真的吗？真的，真的。精神很多，你不觉得吗？啊，我觉得这个人我不认识。你变帅了。对啊，这样不挺好看的吗？文质彬彬的一个新的面目呈现在新的舞台上。对，现在我觉得今天我们表演有可能会更好，有可能。好的，对，我觉得，我相信你。哦，你好，你好。我也剃了头了。哦，对对对对。你不觉得很帅吗？帅啊，特别精神。哎，你好，刘大，我没认出来，好帅啊，好帅啊！你好，刘大哥，我觉得真心的，发自肺腑的，关键是胡子一刮了以后，感觉一下年轻了，啊！而且我觉得，你就这样吧，我已经是年轻，本来也年轻，但是有胡子，感觉就像唱花脸了。现在这样像武生啊，对对对，很符合这个气质。谢谢，谢谢，谢谢。小朱，今天咱们进入阶段的一个考核，而且呢，今天我没有和朱老师也好，慧航也好，我们都没有通气儿。我是来了以后，我有一个想法，所以今天呢，我想让他把涛的大带系上，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要把头勒上。勒头，可能勒头你没有感受到，很疼，很疼，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这种感受。勒完了，然后上去全忘了，就晕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一关你必须要过，而且呢，今天我是想要试一下，我们的乐队要现场给你伴奏。我们说金属的这种响器，乐器打出来的和它的念出来的这个 B-box， 它是不一样的感觉。我没有跟周老师交流过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很仓促哈，我们还没有准备的特别好。但是。今天大可老师给你设定的这个难度比较高，你要不要试一试？啊，这样让他感受一下身上有这个束缚，要有这种束缚，然后再习惯一下，再感受脑头上有束缚。小白老师对你是想循序渐进，但是我们时间来不及，我要让你感觉到真正舞台上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平时是朱老师是我的乐师，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们现在时间真的不够。我不是给你这次来了提前设置障碍，不是，我是希望他尽快的知道他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好，你充钱，好，手里拿着。这个是在衣服上面还是上面的？它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舞戏演员吧，就像你跑步的时候一定要穿紧身衣，就是它是没有障碍的。啊 ，OK。我啊，阿姨，
I can literally feel the pulse in my head. This is not good. This is not good. Oh boy, let's do this. 你让他越早知道哪些地方他不了解的，越要让他早点进入。咱们还平时要三通两响呢，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对，要不我们先让古诗给他看看他一下，大概了解一下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嗯，这样的话上来就来，就是要让他感受一下，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瞬息万变，什么都有可能出现。这个时候，对，我们就是要让他有这个真，就是让他感觉到很不容易。嗯。很不容易，就是要顾及的东西很多，有点残酷，对，太残酷了。不残酷就没有动力。其实我是很反对的，我觉得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惊吓。大柯老师一说，我心里就哦，大柯老师这是想让他历练历练。想排来说，对于我们也是在正式演出之前最紧张的一次，就怕进入乐队以后他会不会演不好了，或者是失败了。前一天。他给我感觉就是挺丧的，然后我怕他今天再给他一个打击，他直接崩了。响鼓必有重锤哈，演员在舞台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么我们时不时的要给他一些这方面的突发状况和突发要求。相信自己，好吗？大胆的，大胆的去走。OK，不要害怕错。不不，知道吗？知道。啊，好吧，相信自己啊。好啊，没问题。谢谢朱老师。嗯。好吧，那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吧。好，浩哥，哎，可以开始了。来，啊。所以现在张着，还是得让它闭上。现在你看，好，别一直给我一个。一个粉冲，休息一下啊！好，没问题，没问题。缓一下，喝口水，喝口水。I felt like I was choking. I wasn't breathing well. 你今天完全超乎我们的预料。我今天很担心是你的罗京下不来。我们做了一个 B 方案，你一旦下不来，那可能就只有朱老师还是给你打着点儿。但是很好，你基本上能抓住。有一点我们觉得我们都很感动，就是。你再怎么难受你能忍住，你看他脸肉已经白了，但是他不说我不行我受不了了。这个是作为一个演员也好，或者说成功者也好，他必备的一个心理的素质。我昨天玉老师和朱老师对我的表演不太满意，但是有一点点我无所谓，因为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努力努力努力到现在，我觉得我太累，但是我觉得今天听你们的建议，你们的 feedback， 我觉得
如果我不坚持学习，没有意思，这个过程。他昨天心态有点崩了，就感觉对有点无所谓了，但是我感觉今天你这个状态就很好，感觉你能看到一点希望了。我也提前恭喜你吧。 And I'm 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events that happened today, from what Leo Daka surprised me with to the way I performed to their feedback. It really just, it was a wake up call to just stick to what I'm doing and 坚持 andWith just a little bit more patience, my performance can become a lot better. So why not? And so I went from really being opposed to learning more to eager to perform better. Because today, as good as I felt about my performance, I think I could do better. Hello, can you hear me?Yeah, I can hear you, I can see you. I'm not Nadim, I'm Ren Tanghui. Oh. Yeah. My G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it. Yeah, definitely. To watching the show, actually. Yeah, next month. It's happening next month. I'll let you know. But anyway. Okay, I don't want to take too much of your time. I feel like you will do well. Yeah, thank you.